恭喜全国投资朋友啊！我讲过，指数操作很简单，你只要掌握到千点、千点、千点的波动，你就是一倍的获利耶！哈哈，相信 AI 城市啊，财源滚滚而来，不啰嗦嘛 ！AI 城市从上个礼拜21900多点，带着你全力放空，结果呢？下杀700多点嘛，昨天反弹叫你把握再空，今天呢再杀400点啊，邱同学，从上礼拜放空两趟，第一趟送你700多点，昨天反弹告诉你把握最佳的空点，今天再杀400点，从上个礼拜到今天。两趟放空送你1100点啊，有没有倍数的获利？有没有倍数的获利？千点行情，两个礼拜达阵啊！好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跌完了，哈哈哈哈，大盘会杀到哪？你赶快跟上脚步啊！不要开玩笑嘛！哦，所以 AI 操盘工具，哦 ，AI 计算大幅筹码。哦，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对不对？更不要你去算多空嘛，你在干什么呢？跟紧 AI 城市，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哦，你只要 SOP。来，上礼拜五月二十八号，你的老师在干嘛呢？拼命做多，害死人了，我跟你讲，啊，亲眼看一下，上礼拜大涨，21994。是不是啊？你的老师啊，拼命叫你做多，啊！上礼拜我们特别呼吁全国同学，21994是这个地方，你要赚大钱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全力向下放空嘛，全力放空，啊！为什么呢？来，亲眼看一下，台股从去年15000多点，经过了什么？来，跟着我一起算，1、2、3、4，什么5嘛？所以台湾礼拜上礼拜21994已经是波浪理论的第五波的陌生段了、啊，开玩笑，第一段初生段，对吧？第二波修正，第三波主生段，第四波修正，第五波陌生段呐、啊。陌生段即将面临重大的修正，所以陌生段一切的反弹，你要把握什么？把握放空啊！所以上礼拜已经告诉你了，这里接下来你要赚大钱，只有一个方向，向下放空嘛。为什么呢？这已经是陌生段了嘛，你还能开玩笑？所以上礼拜你看打开这些股市节目。啊，99%节目还在那边拼命叫投资人，还叫会员拼命多买，这都没有良心啊，没有职业道德，乱搞一通啊！所以上礼拜已经跟你讲了，这已经是第五波的陌生段了嘛，一切的反弹，你要把握，要向下放空啊！所以上礼拜已经苦口婆心了。啊，台指来到21994，你要赚大钱，你就把握向下放空，跟紧脚步。来，5月28号，全国同学，亲眼看一下 ，AI 城市5月28号来导播，稍微拉近一点，5月28号 AI 城市，空嘛，对不对 ？AI 城市也空，第五波陌生段，那你不放空你要干嘛呢？啊？已经跟你讲了第五波陌生段 AI 城市转空，你当然要全力向下放空嘛。那指数1000点，你就是一倍的获利，1000点就是100万变200万了，1000点就200万变400万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当然上礼拜呼吁全国同学想赚大钱，跟着 AI 城市全力向下放空。5月28号 AI 城市转空。你的老师还拼命做多了、啊，我太清楚了。我跟你讲，台面上，对不对？99%这些股市节目，365天就是多，就是买。
对不对？因为散户只知道做多，散户只知道买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就在拐你们。张老师是跟你讲真话啊、哦，所以上礼拜5月28号跟你讲得很清楚，这已经是第五波的陌生段，第五波的陌生段，你要把握把握把握，向下放空啊，对不对？5月28号 AI 城市空空空空空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的软体有空吗？啊，上礼拜你的老师在拼命做多，还在拼命做多，结果一杀700点，你命都没有了啦！700点，你命都去了半条了啦，你已经嘴角断头了啦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900多点就是一倍，700多点你已经没命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上礼拜5月28号，跟你讲第五波陌生段，把握全力放空，赚大钱只有一条路，向下放空，对不对？该做多的时候做多嘛，从去年15000，对不对？10000多。对不对？对吧？19000，一路带你做多，但是第五波陌生段已经走完了嘛？一切反弹把握空，该做多做多，该放空放空啊，对不对？来，5月28号，全国同学 ，AI 城市转空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很简单啊，全力放空啊！看一下5月28一开盘8点多，有没有21950？21950，把握放空啊！啊，空不空得到？空不到来找我，赔你1000点，就这么简单嘛。哦，张老师做事一步一脚印，对吧？做什么说什么，哦，不会做了一套说了一套，对吧？啊、哦，你的老师每天都涨停，那边胡说八道，上礼拜已经重挫700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5月28号一开盘21950赶快空，到了1点多还在21994，哎，啊，你空不到来找我，赔你1000点，哈哈，好不好？啊，11点多，21970，22000，21970，22000附近，把握，干什么？加码空啊！啊，到了1点多，21994，哎，22000附近都来了、欸，对不对？是上礼拜28号不啰嗦，这个地方全力放空，啊，还没完哦，5月29号。5月29号还在这里哦，啊，5月29号跟你讲什么？21970、994、950，波段空单全面暴牢哦，向下修正，还有低点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低点？21000多点啊，同学，21200点啊。所以上礼拜28号带着你全力放空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四天啊，送你多少？700多点哎，是不是快要1000点了？700多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上礼拜带着你全力放空，5月28号全力放空，送你700多点。一口单就赚了14万呢，5口单就70万呢，啊，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赚大钱？获利高达70%以上哎！你做股票，买股票要7只涨停才有70%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上礼拜带你把握全力放空，短短1、2、3、4天就让你把握到70%以上的获利嘛。所以现阶段我跟你讲的，股票赚不到什么钱的、啊，你股票赚什么钱？你跟他好好放空嘛，指数把握嘛。我问你，上礼拜每个都在跟你吹牛航运股，你阳明报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报了7天，你赚几%？你赚不到钱了、啊。啊，我跟你讲很多东西啊，别人不讲的。你红海报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啊，赔钱呢、啊。我跟你讲，这里股票你随便买随便赔啊。所以张老师为什么上礼拜叫你把握放空指数，啊，700多点，7只涨停送你，对不对？好吧，好，那重挫700多点，我也讲了，大盘不是一次就垮，它会反弹。对不对？所以上礼拜重挫700多点，跟你讲什么？台指空单趁大跌，把握
把握短冲获利回补，把握短冲获利回补，但是反弹反弹反弹上来，反弹上来，把握再空，有没有？昨天大涨有没有给你斩钉截铁？反弹上来，我会带着你把握全力再空，绝不手软，啊！昨天呢、哦？昨天呢、哦？昨天大涨啊！昨天强弹啊！啊！你的老师又在那边啊，又在那边秀抖秀抖，啊，拼命要做多了。你去看看你老师昨天有没有做多，啊！所有昨天带你做多老师都抓起来打屁股啊，对不对？这反弹是逃命嘛？反弹是逃命嘛？为什么？这是第五波陌生段嘛？先杀七百多点，反弹是把握最后逃命的空点嘛？一老师每次看到大涨就想做多，很糟糕啊！所以昨天反弹大涨啊，对不对？昨天我跟你讲什么？所有错过、错过、错过、错过上个礼拜21994、21994全力放空。大胜七百多点，所有错过上礼拜放空大胜七百多点的，昨天的反弹，昨天的反弹，跟你讲 AI 城市 ，AI 城市转空向下，昨天的反弹你要怎样？你要把握反弹的空点呐、啊！昨天反弹的高点是最后绝佳、绝佳、绝佳的空点呐、啊！你跨无不？你的老师跨无不？啊，每天就是多多多啊！把你害死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昨天跟你讲了嘛，所有错过21994，对不对？放空大胜七百多点了，昨天的反弹把握，把握反弹绝佳空点嘛。来，昨天6月3号 AI 城市导播拉近一点，6月3号空嘛，怀疑什么呢？所以昨天强势反弹大涨 AI 城市。翻绿转空，所以昨天告诉你把握绝佳最后最后最后的加码空点，所有错过上周21994是放空大胜七百多点，昨天把握反弹最佳的空点，你这样听懂了吗？来，废话不啰嗦，我们昨天怎么带投资人操作的？昨天6月3号一开盘九点多。AI 城市5月28号21994转空，昨天告诉你短线压力21630还是放空啊，弹上来都是空，反弹到来都是绝佳的空点，还没完呢。到了10点钟跟你讲台指21700附近逢高加码放空啊，所以昨天大盘强弹大涨，对不对？来到20698，跟你讲 AI 城市转空了。所以一开盘21630加码再空，10点钟21700附近加码再空啊。到了11点钟弹到多少？21700附近都来了嘛，21698。所以昨天弹上来告诉你21630、21700附近把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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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码加码加码放空啊，所有错过上个礼拜21994是放空送你700多点，昨天反弹把握绝佳绝佳绝佳的空点，21700附近21630全力放空。来，你告诉我今天有没有让你够好的探短期啊，导致朋友又400点嘞，又400点嘞，今天最低杀到21200多点嘞，是不是再送你400点啊？一口又8万哦，一口又8万哦，五口40万哦，你探个冒喜啊。所以你光跟着张老师，跟着 AI 城市，上礼拜全力放空先送你700多点，昨天反弹把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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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码最后绝佳的空点，今天再杀400点啊，那我问你啊，昨天放空送你400点，上礼拜放空送你700多点，光从上礼拜到昨天两趟的空单让你赚多少点啊？有没有1000点？就这么简单，2个礼拜达阵1000点。
上礼拜先空一趟700多点，昨天反弹加码再空400点，两趟1000多点。你不要以为就结束喽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台指盘后再杀，再杀哦，这个盘再杀，我跟你讲，啊，要赚多少点啊？你慢慢看下去，哦，你跟着老师从上礼拜拼命做多，昨天反弹又做多，我跟你讲，你赶快清醒过来，你跟这样的老师，你金山银山你都要输光光了，现在已经转空了嘛。所以从上礼拜已经告诉你，这已经是波浪理论的第五波嘛，一切反弹都是空点呐、啊，啊，不能开玩笑了。所以恭喜全部同学，昨天放空400多点，上周放空700多点，光是 AI 这个礼拜两趟的空单已经送你1100点了，有没有让你赚一倍？有没有让你掌握到1000点倍数的获利？赚钱很难吗？那你跟着老师拼命做多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拼命买鸿海，赚钱，举手我看，啊，拼命买航运股，哈哈，赚钱有鬼嘞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恭喜了，好吧？这两礼拜两趟的空单已经送你1000多点了，已经送你1000多点了。上礼拜先空700多点，昨天反弹加码再空400点，两趟1000多点。还没完，我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还没完啊！千点的波动就是倍数获利，就是倍数获利，对不对？相信 AI 程式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真的不要猜，不要赌，要跟专业，要跟紧专业，好不好？那很简单啊！大盘已经是第五波的陌生段，从去年15000多点波段大涨了6000点，而且是第五波的陌生段。第五波的陌生段，大盘会杀到哪？大盘会跌到哪？大盘会跌到哪？好不好？第五波的陌生段，一切的反弹，把握放空嘛，好不好？那反弹的空点在哪？反弹的加码空点在哪？不会做的，赶快拨电话进来，跟上脚步。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迟到了，犯戒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的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恭喜全国投资朋友啊！指数很简单，
千点的波动就是倍数活力嘛，但是你要跟进什么 AI 城市啊、哦？不是用猜的，不是用赌的。恭喜全国同学 ，AI 城市从上礼拜21994放空一趟，送你700多点。昨天反弹，把握最后的空点，今天再送你400点，两趟已经送你1100点了嘛。所以千点倍数获利不难啊，两个礼拜达阵啊。哈哈，对不对啊？恭喜全国同学，不要猜不要赌啊！上礼拜5月28号，你的老师傻傻的买多，还在跟你吹牛，航运股一大堆。我跟你讲，我看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吹牛啊，大盘要重挫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上礼拜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，台股已经是第五波陌生段嘛，从去年15000，12345，对不对？初生段、主升段已经进入了陌生段啊，陌生段，什么叫陌生段啊？你看电影有没有 ？The end 嘛，要结束了嘛，大盘多头要结束了，即将反转修正嘛。所以上礼拜跟你讲涨了6000点，第五波陌生段21994，请你把握，全力放空啊！要赚大钱，把握向下放空嘛。5月28号，来，全国同学 ，AI 城市5月28号，5月28号。空嘛，这空不是我写的 ，AI 城市打的嘛，这骗不了人嘛。所以上个礼拜5月28号 ，AI 城市转空，又是第五波陌生段，是不是？所以怎么样？不啰嗦嘛，来，5月28号一开盘8点多，21950空，11点多970，20000附近，全力加码放空，全力加码放空，到了1点多。22000附近都来了嘛，21994，所以上礼拜950970，21994全力放空，29号还在这里哦，还没什么跌哦，跟你讲波段空单全面暴露，还要杀，结果有没有杀？来，700多点了，你满不满意？短短4天送你700多点，一口送你10几万呢，去哪找啊？100万让你赚70几万呢，70%以上的获利耶，去哪找啊？啊，你上礼拜对不对？买股票有获利70%吗？有7只涨停吗？哪一只有啊？红海有赚钱吗？航运股有赚钱吗？不要骗人了啦！啊，所以上礼拜只有向下放空操作，对不对？获利70%呢。对不对啊、哦？那大跌70%，跟你讲，趁大跌先回补一趟，反弹上来，我会带你再空，有没有啊、哦？昨天呢？昨天怎么操作？昨天大涨啊！你的老师又来了啊！拼命多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一套。昨天大涨，跟你讲什么？所有错过21994放空，大胜700多点的，昨天反弹把握放空啊 ，AI 城市转空啊，来导播，昨天6月3号，亲眼看一下 AI 城市空嘛，又是空嘛，跟你客气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昨天不啰嗦，一开盘21630放空，到了十点钟21700附近加码放空，到了十一点。21700附近来了没有啊？21698，不啰嗦啊！所以昨天反弹是绝佳最后的逃命放空点，你的老师还傻傻的做多，今天要把你害死了，我跟你讲啊！所以昨天不啰嗦，21630、21700附近把握绝佳最后的空点，今天再送你400点啊！我跟你讲，现在台指盘后再杀100点。所以昨天的空单已经送你500点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盘还要杀，好不好？这个盘还要杀，杀到哪里？赶快拨电话进来，好不好？那昨天的空单送你400多点，上礼拜的空单送你700多点，你告诉我，两笔空单有没有送你1000点啊？千点倍数达阵嘛，赚钱不难，方向要做对，好不好？那不啰嗦，相信 AI 城市。那台股已经是第五波的陌生段，一切反弹，把握放空，好不好？那台指反弹的空点在哪？
台指反弹的加码空间在哪？台指反弹的加码空间在哪？台指会杀到哪？今天务必务必想跟上脚步，想实实在在赚钱的啊！你不要再被你老师骗了，每天就是多多多，好不好？把握反弹的空点，第五波陌生段，一切的反弹把握空，反弹的空点在哪？赶快拨电话进来，跟上脚步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准。